操练。嗯。这点鸡翅我们回家可以喂鸡，这是防止江寒的。上块嘛，你咋个没切的哟？太粗了，落了。走，把你花油喂去。走，回去喽。再扯点折耳根来煎那头。不是喂鸡嘛，就上头可以喝噻。啊，折耳根嘛也是开胃的。洗干把鸡肉炒一炒，把那沙子头喂进。加点毛毛盐，来，阎王妖精，哈哈哈，妖精你就吃啊，这汤好喝，好喝就多喝点哇，有的是，那还得有，没有做哇，那又弄点来煎来，我又不好煎。那该吃点红萝卜呢？啊，这汤红的。